肝养嘛，哈，那肝养就是我们身体的水分不够啦，但是我们可以去分说，一个就是血虚的体质，一个就是阴虚的体质。那像如果说血虚体质的话呢，我们先讲说它为什么会有这个体质出现。那当然第一个它比较多的是它先天就是属于贫血体质的哈。那为什么血跟我们皮肤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皮肤的营养其实是靠血液在供应的。那你血虚的人，当然你的皮肤就会比较容易出现像这边有一个肝燥啊，或者是比较粗糙。那因为你很干燥的时候，皮肤它会产生一种就是痒的感觉，然后甚至就是说太干燥的情况下，它就会有一些流血啊，哈，然后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脸部，有的人他可能就会到冬天的秋冬的时候就会容易敏感，然后就会脱屑，然后再来就是全身的皮肤啊，就是有一些好像很多屑屑的感觉。那除了说是因为先天体质引起的，那很多人还有后天的话，就是因为长期熬夜的关系，那它会耗伤我们身体的阴血。那再来就是出现在老年人，老年人就更容易会有贫血的情况。那第二种族群的话，就是阴虚的体质了。像阴虚体质最常见的就是在更年期的女性哈，所以更年期的女性她会经常就会有那些比如说潮热啊、盗汗或者是五心烦热的症状那样子。那阴虚的话，就是我们意思说我们身体的一些比较有营养润滑的那个液体是不够的，所以皮肤也会比较干燥，甚至有的人可能眼睛也会觉得干干的，这就是阴虚的症状这样子。那长期熬夜的人呢，也会有阴虚的体质出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也不是想熬夜，他是本身就是睡眠是比较不好，导致他就比较晚睡。那像这种阴虚体质的话呢，他会随着时间的他的症状是会越来越严重的。那除了他的皮肤症状之外呢，他还会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像是口干舌燥啊，或者是火气大，还有刚刚讲的眼肌干涩啊，或者是腰酸的这个症状。但是我们可以去分辨一下，如果说你都有皮肤干痒，但是你比较属于血虚型还是阴虚型的体质，会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们在饮食上调整是有办法的吗？是可以，但是我就是会建议是说，当然你要避免你的饮食怎么会去造成这个体质出现。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很想要消水肿啦，还喝了很多咖啡跟茶，那他如果说当然它就是比较一些利水的一个作用在。那你如果本身皮肤比较干痒的情况可能就比较减少。那再有的人是比较临床上看到有些人他是因为减重，他的饮食比较不营养，也会造成他的皮肤会容易出现干燥的情况。那以中医来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很喜欢吃补的东西，尤其是秋冬是补身体的时候嘛。可是他如果本身的阴分就已经不够了，他又吃很多那些温补的食物，可能让他更上火，然后更上火的情况下，他就更出现了耗伤身体的阴分，所以这个症状可能会更严重。其实主要还是针对刚才讲的那两大体质，是冬季肝阳秋冬肝阳最主要的两大体质。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针对阴虚的这个部分，因为中医讲说肺主皮毛，如果说你肺部它本身是比较润泽的话，它有足够的营养我们的皮肤的话，其实皮肤也会比较滋润。所以中医会有一些滋阴润肺的中药材，比如说像是沙参麦冬汤。但是如果说平常喜欢吃素的人，其实像我们在素食里面会有很多的百合，因为百合它就是很好的养阴润肺的一个食材。那如果说是平常是觉得说平常比较有贫血体质的话，其实四物汤它就是很好一个补血的作用，因为我们血一足的话，皮肤才会比较有营养嘛哈。那再来就是说，其实秋冬肝痒的人，有的时候他严重到一个程度，他甚至皮肤会有一些红肿发炎的情况产生，那已经到很严重了，我们中医就会用一些比较有一些清热消炎的作用，但是它是针对皮肤的问题，比如说像是白藓皮啊，或者是地肤子这一类的中药材，其实主要还是针对它的症状去做调理。很多患者他来的时候啊，我们皮肤痒它有分很多的原因啊哈，但是像秋冬肝痒，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症状，就是它好发的时间，很多人我都会问他，都会来说，我在门诊，我平常都会觉得皮肤很痒，那我就问他说，你痒的时间是什么时间？有人是白天，有人是晚上，他说大概就是晚上。我说洗澡之后嘛，他说对，洗澡之后就特别痒，然后一整个晚上就很痒那样子。然后我就会问他说，你洗澡是不是用肥皂啊？哈，或者是洗的水温都是比较高？他说是没错了，大多数都是这样子。那我们会建议是说，因为像肥皂它去掉那个油脂的那个效果是比较强的，那你当然你皮肤就会更干痒，所以我就会建议，其实秋冬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些重要的部位你就用肥皂，那其他的地方当然水温你当然就是不要太高，大概就是不要超过35度以上，这样会比较好。冬天没有超过35度。
好冷哦。对，真的不要太高，因为像我们都知道，比如我们洗东西用点热水去洗，是不是就会那个油脂更好洗掉？对啊，皮肤其实也是一样啊。嗯，所以当然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啦。嗯，那除了说我们泡完澡之后抹一点那个油的话哈，那其实你在泡澡的时候，你也可以加一些油进去啦，加在那个泡澡的水里面，也是增加一点润滑的作用，这样子也是还不错。那我们中医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养血啊、润燥的方式去从体内去调理。其实它最根本的体质还是我刚刚一直讲，就是阴血虚的体质，就是它的皮肤本身就是属于比较干燥、干性的肤质。嗯，那我在临床上也有遇到说，它如果平常都还好，到秋冬季节它就会好发，但是它好发的原因是它到秋冬它就很喜欢去吃麻辣锅，就是很喜欢吃很辣的东西。那其实以中医来讲，它这个比较麻辣性质的东西，它会让身体的火气上来，就会容易造成你有发炎的现象。所以它本身皮肤都已经比较干痒，已经比较敏感了，再加上这个饮食的刺激，就会让它皮肤更容易出现红肿脱皮的现象。中医师这边就有帮我们提供了一道这个可以预防皮肤干痒的茶饮。对，如果说是针对就是体质的关系造成你的皮肤本身就属于比较干性体质的话哈，那尤其现在快要进入秋冬了哈，那像我会建议的药材就是以四物汤为底，但是再加上了一个玉竹，它是有那个滋阴润肺的作用，然后再加上可以再使用当归、川穹跟熟地。像当归跟熟地的话，它本身都是有养血润燥的作用。那川穹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秋冬我们手脚都会容易冰冷嘛，哈。那你如果皮肤都已经很干痒了，又觉得泡澡，可是又觉得皮肤很干，那你就可以吃那个川穹，因为川穹它就是有那个活血的作用，那会让我们的末梢血液循环都会比较好。那像这四个药材的话，我可以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用各两钱。但是你如果会比较喜欢吃比较味道比较淡的话，你就可以用1000cc 的水。那如果想要喝比较浓一点的话，你就用600cc 的水，然后煮沸之后你就可以饮用了。它还是用煮的方式，里面药材的成分才会溶得出来，就把它当一天的水量再喝。一天的水量再喝就可以了。当然你如果说是属于那种比较高血压体质的话，你可能还是要给医生调配一下里面的成分会比较好。请教一下中医这个部分，很多人都说我如果免疫力不好，就很容易这个皮肤会痒嘛，所以我来喝一点，不如喝一点补气的人参枸杞茶啦，还是喝点灵芝来提升我的免疫力啦，这个都有办法可以治疗的皮肤干痒的问题吗？其实如果说是你是因为免疫系统疾病引起的那个干癣的话哈，反而你吃这些就是补养身体的中药，其实会让症状更严重的。啊，竟然是更严重？对，因为这些中药它是可以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会让你的免疫系统更活化，反而会更让这些免疫的细胞更去刺激攻击你自己本体的这个细胞。所以像是我们一般很多人会喜欢吃人参啊，或者是黄芪。那像灵芝有很多保健食品也是嘛，哈，当然你是属于免疫系统疾病的话就不建议。那像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些像活血化瘀很好的，像川芪或者是像刺五加，这个都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如果你本身是属于免疫系统疾病的话，就是免疫系统过度的亢奋的话，这些中药材就要避免。其实以中医来讲，在看这个干癣体质，我们还是反而不是认为它是虚性的体质，会认为它是比较属于一个有点属于慢性发炎，甚至有的人他在就急性发作期的话，他真的是就是属于一个热性体质了。所以如果说我们中医在治疗干癣的话，其实会分成两大类。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首先分它是虚实两大类。虚性的话表示它可能现在正处于一个缓解期，就是它皮肤的那个红肿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你就会看到它表皮还是有一些那个干比较干燥，就是会有一些脱皮或者是痒的现象。如果说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清热的药，但是偏向滋阴，让它比较虚热的体质可以改善。比如说像是生地黄，刚刚是熟地嘛，熟地它是比较温热的中药材，但是如果生地黄它就是有清热凉血的作用。那如果说它已经是在发炎期，就是比较红肿，然后又局部脱皮很严重的话，我们甚至就会用清热凉血的中药，比如说像是牡丹皮这一类的中药材。那当然如果说你在缓解期的时候，你想要稍微去改善你的血液循环，你就可以饮用一些像玫瑰茶。玫瑰花的话，它本身是有一些比较凉血，但是它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玫瑰茶，对，听起来不错。干癣来说的话，就是饮食上，因为
我刚刚讲说肝癣这个它还是属于一个慢性发炎的体质，以中医来说的话，还是有不管你是虚热或者是实热体质，你反而是很重要的是你不能吃什么东西。对，像是比如说油炸、烧烤这一类的，就是一定是不能吃。像是如果说进补的话，当然像是羊肉，它本身都是属于比较热性的食材，这个可能就比较不建议。那如果饮食上，你可以多吃一些像是水梨啊，水梨因为它本身是有一些比较滋阴润肺的作用，可以把你身体里面一些比较燥热的体质去除掉，会比较好一点。冰可以吃吗？冰的话呢，不是很建议，因为冰它虽然让你身体比较降温，但是它是伤你的脾胃，反而让你比较根本的一些免疫的系统可能会受到一些破坏。那所以像一些比较热性的水果也可以吃吗？热性的水果像是比如说像龙眼啊、荔枝啊、芒果就是不行，我就不建议。这些都不行哦。对，甚至可能会让他的体质就是发炎的情况可能会更严重。好，那我们请教一下中医师这个部分，有没有人因为荨麻疹来找你的？怎么办？还蛮多的。但是中医其实讲荨麻疹是从以前就有记载说，中医称荨麻疹是风疹。意思是说这个疹子它像风一样，它发作很迅速。然后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它如果要消退的话也很快，不会很久很长的时间，但是它就是会反复发作这样子。那以中医来讲这个荨麻疹的话，它反而就不是我们前面两项讲的什么血热啊、血虚这个体质，它就是比较偏向气虚体质的人。气虚，对，气虚补气就好啦。但是他又要看说他真的是他本身的体质，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又是一个荨麻疹红肿，一个怎么讲，我们讲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所以当他已经在发作的时候反而是不能补气的。那我们在治疗上的话呢，首先会去看他的体质，然后比如说他正在发作的期间，我们还是会开一些祛风的药，如果是荨麻疹会用祛风，比如说像是蝉蜕啊、荆芥、防风这一类的。那等得到他后期的时候，他已经荨麻疹已经没有发作了，才会根据他的体质可能开一些补气的药，增强他的抵抗力，让他对外界的环境不要这么的敏感。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他情绪跟压力还有睡眠的部分，可能会影响到让他的气虚的体质更严重，导致他的皮肤的状况更不稳定。所以如果您经手的这个案例来讲，就是类似像这种荨麻疹来找您的，通常要治疗多久才会好？其实主要还是要看他吃药跟他的生活作息他有没有配合，然后比如说我们生活作息要怎么样，九点以前要睡觉。对，其实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因为压力大造成他失眠，然后晚上就是可能一两点才会睡觉，那可能就是会建议他说情绪的部分他一定要去把它试图也就是可能宣泄掉，压力要去做一个调试。那睡眠尽量就是现代人的话可能12点左右可以去睡眠，可能就已经是很好了哈。对，要减少荨麻疹发生的方法哈。如果说你已经知道是什么过敏源，其实我们也会问患者啦，你知不知道你的过敏源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对芒果，有的人是对海鲜，这就比较常见，那你就是一定要避免了，就不需要就是让自己在那个找皮瘦这样子找痛。然后再来就是说家里的湿气一定不能太重嘛，当然现在台北的环境都是比较潮湿，所以除湿机一定都要有啦。那再来就是对那个冷热的温差，像比如说冷空气过敏的话，那你出门就要记得就是要穿外套，然后要适度的保暖。然后再来就是说尽量不要吃容易会导致过敏的食物，像有的人过敏源可能是对一些清洁剂也会过敏，或者是有的人对酒精或者是染头发这个可能都有啦哈。那当然就是饮食的部分，再来就是以中医来讲的话，就是要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因为中医说寒凉的食物它其实首先伤的是我们的脾胃，因为脾胃它是属于后天之本，就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啊、营养吸收这个都有关系，所以寒凉的食物就要少吃了。那很重要的就是充足的睡眠跟适当的运动，我觉得运动它要让你疏解你的压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